天他回来就不对头，说话不对头，我有点生气。钱呢？昨天又给他吃奶了，我看到那个新闻又有说生气了，不要给小孩吃奶，给小孩吃奶又那些生会残留那些毒素，小孩吃奶肯定会把它吸走，也会影响小孩吃了有肯定有会不舒服。以前是不知道这些，现在也要注意点。媳妇儿的难过，做婆婆的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。为了调节媳妇儿的情绪，让孙子有更好的母乳，一大早婆婆就赶往大山深处为媳妇儿挖田螺。请媳妇儿吃那个田螺吗？他吃蔬菜吃腻了，大家媳妇儿吃那个田螺，我就早早出来捡。他们两个是吵夫妻俩嘛，吵是正常的嘛。是儿子就要那些说媳妇那个些话就是不对，我就是骂他嘛。家哦，奶奶在开汽车去了，舍不得，舍不得。中午回来吃。听话，不哭，走了，哭你的，我妈妈，拜拜，奶奶吃点菜了哈，拜拜。最好的总是给最亲的人。第二天，婆婆知道媳妇儿石原美还想吃蕨菜，于是又匆匆背上背篓，扛上锄头出门了。喜欢吃这个芥菜嘛，这个芥菜是化奶的嘛，现在家里没有菜嘛，就是到山上弄个野菜嘛，芥菜好吃些，喜欢看芥菜，吃饭吃多一些，一餐可以吃两碗，这叶子的时候他就是吃一点点。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因为儿媳妇的一句喜欢吃，也正是这样，这份心意才能更深切地从婆婆的手中传到媳妇儿的心里。我做的芥菜好吃，吃这个芥菜应该吃两碗，一餐可以吃两碗，吃。饭能吃了，奶水也很足。现在宝比都不怎么喝那个奶粉。为了儿子，为了这个家，婆婆一直在默默地辛劳着，看着儿媳妇大口大口地吃着自己为她做的饭，感到一切的辛苦都没有白费。而石原美心里也深深地知道婆婆为她所做的一切，她知道自己吃进去的不仅仅是蕨菜，而是婆婆温柔的安慰和鼓励。此刻大山的美景仿佛都围绕着自己，所有烦恼都抛到了山的另一头了。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嘛，我们就吃海。瞧瞧这分量，真是羡慕死人了。Yeah.
孩子主人。怎么孙女还抱你？啊，对，我给他占卜。嗯。上帮你补好，你还要白了。你这两句吗？这个面前的小孙啊，这个面前什么女王啊？哈哈，这真是一举两得啊！干也补了，也解馋了。妈妈，你别光顾着吃，我可难受着呢。为了减肥和奶奶出去跳舞，结果感冒还传染给了宝宝，这可让一向乐观的藤叶有点闹心啊。不能吃药，解决的方式只有一个，喝水。换季时节其容易引发感冒，妈妈们可要注意了，为了宝宝的健康千万要记得添减衣服啊。在上期节目中，恢复工作的妈妈为了平衡宝宝的喂养和工作问题，不得已忙得两边跑，如此艰辛的喂养真叫人心疼。喂，哦，妈呀，儿子哭了没？哦，好好好好，马上，哦，马上都回来。你跟妈上走嘛，我马上也走。嗯嗯，好好。他睡着了，我头啊！小心，我了。哦，真香啊！这一顿吃的可真不容易。我坐在里面喂，这一会儿点，你在外面好冷嘛，外面喂起。嗯，生对生担子，让你连生完了，我都给你那个。再给你办，我们把账查了，我都给你做。嗯嗯。吃饱饱啦！妈妈，咱们晚上见。火辣辣的串串好诱人，山城重庆爱吃辣，真是名不虚传。我们的辣妈终于忍不住了。妈妈，你可少吃点儿，也不知道这玩意儿会不会让我上火。宝贝，你可别着急，刚才我们的湘西宝宝杨泽琴、烟台宝宝彭傲然也都有同样的甜蜜烦恼呢。我们现在听听专家的分析吧。就关于
对他坚持母乳养是有。